韩医师，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人腹射腹腺肥大，多年没有改善，荣总医生怕癌变，建议要进行手术。另外还有一个人呢，他已经有癌了，2017年2月检验出 PSA 组是38，台大医生说是第二期的突梯系，经过放射线治疗，2018年呢又发现癌细胞已经转到 ST spine， 目前继续在做荷尔蒙的治疗中，这 PSA 降到 0.3 左右。他来一个电话问他要如何去处理这些，而且有什么仪器你可以介绍的，谢谢。在美国啊，现在社会啊，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射物线的问题，或者叫前列腺，都是一样啊，叫英文叫 prostate。 prostate 的癌症呢，一般呢死亡率很低，一般呢都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才有的。很多原来呢这个 PSA 呢这个检查，我们做的时候呢以十第一个十为标准，但是这个三十几的一般人认为是高的了，他引进了第二期。其实呢我们也看了很多，有900、1000我们都看过。那么呢射物线第一个呢就是要处理好的呢就是这个腰的问题，因为在腰椎1、2、3的地方呢它出现问题了。1、2、3出现问题呢，就说这个呢就是最基本我们要解决腰1、2、3。还有一个呢射物线呢，它这是男性的一个器官，就是说我们呢还要再从这个腮腺那里下手，就是腮腺就是这个一门。还有呢预防癌症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氧气呢就割神经呢就是我们还是腹兔天顶那里，这两个要做好。那么呢这个射物线的呢一般呢都是男性的性器官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丹田没气了，就是说这个气海官员也要处理好。一般呢这个射物线的呢我们呢可以用这个机器呢，一般呢就用我们的机器照射这个下丹田，还有呢后背这个腰1、2、3可以放一个闸子在后背或者前面，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 sandwich 这个两边都做。一般呢你放射也好不放射也好，它这个改变不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就看看患者这个年纪的问题，比如一个90岁，我们现在还有一个91岁的射物腺癌，到来这里4年了，什么事都没有，只是上课。最久的一个呢，现在还有一个102岁的射物腺癌，现在还在还公司，还在坐地铁的。所以呢，有的人说声就不理，所以这个年纪决定这个射物腺很重要。因为很多医生啊，到了这个101岁，他还要他做手术，你做手术干嘛？啊，我们这个呢91岁，他说我什么也不做。目前呢，还有一个就是用那个 hormone blocker， 就是结束阻断剂，这个很有效的，可以降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呢，第一个。看的年龄，你身体受不受得了，还有这个你这个是第二期，什么时候扩散到第4期，然后去了骨头。所以呢一般呢
呀，不一定要处理，但是呀，一定不一定要处理，所以呢，这个根据个人的选择。一般呢，这个三十几呢，它还是比较低的。第二期、第一、第二期呢，一般还是初期的。一般呢，这个危险风险根本也没有什么大的风险。一般按照我们这个呢，保持它稳定，那个就功德圆满了啊，就上帝保佑了啊。所以呢，现在现在呢，现在现在一般呢是七海关元和第一二三腰椎。再配合脖子，啊，就是这么简单。非常谢谢。